趴着！现场遭非法倾倒，动物性废渣达400余公吨，总面积达1600余平方公尺，嫌疑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当日在巡线拘提另林张两名共犯，现场查扣清运的大货车以及犯嫌手机及相关的契约书等证物。经查，不法业者清运至该地请到动物性废渣，负责整地的林张两前，每车次可收取新台币4000的不法获利，出估获利达41万，令媒介人员以及清运者获利更高达300万元。经再向上溯源追查，执行第二波、第三波查缉，将尚有不法清运业者陈贤以及媒介土地提供土地对峙的詹贤及动物性废渣来源台中市屠宰业者吕姓等四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一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云林地检署侦办。